时隔半年又要给我的 Model Y 换一套新轮毂盖了。之前我特别喜欢的 Model S 19寸轮毂同款的这个轮毂盖啊，被我朋友开车的时候不小心给刮花了，你看这边都刮黄了。所以说正好最近这个领航款轮毂盖卖得特别好，我就给我的车换上一套，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。轮毂盖的安装很简单啊，最好戴个手套，然后只需要把这个原车的轮毂盖几个地方活动一下，一拽拽起来，再把新的轮毂盖对准打气孔的位置，看吧，对准打气孔的位置装上去，完事。最后我们再把四个T标分别贴到轮毂盖的中间，来感受一下轮毂盖整体的效果吧。怎么样，冷不丁一看是不是还以为是 Model Y 原厂的二寸轮毂呢？其实不是啊，就是原厂的十九寸轮毂配着一个这样的全包边轮毂盖。它的这个造型设计的灵感来源确实来源于这个 Model Y 原厂的二寸轮毂，然后把轮毂间的这个条幅缝隙做大做宽的同时，显得整个轮毂更加有张力，而且也特别显刹车卡钳。那轮毂盖也是全包边的设计啊，这样有个好处就是非常显大。第二好处呢，就是它能把你原来轮毂刮花的地方全部能盖住遮羞，以后的防护也会更加全面。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在屏幕左下方小黄车来一套同款，再会。